Bath meditation， 你若喜欢，在任何时间，或者至少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上自己喜欢的音乐，然后放上一整池温暖的水。可以的话，尽量用蜡烛，而不是用灯光。如果条件允许，还可以点上薰衣草、茉莉、玫瑰的一支熏香。它不需要非常名贵，但是会带给你放松的感觉。这个时候只用鼻子去闻气味，用身体去感受，让我们与我们的感性神经建立很强的连接。如果可以，你可以先洗净一些新鲜的自己院子里种的花瓣，它可能是玫瑰，也可能是沉醉的梦花，任何你喜欢的鲜花就可以了。这是之前的准备工作，让生活先慢下来。记得鲜花一定要洗净，因为它有很多大自然的小动物哦。然后把花瓣一片一片或者一起放入浴缸，最后再去感觉一下我们的水温，就可以脱完衣物开始我们今天的浴室冥想。自己喜欢的音乐或者一支熏香，然后再加一些浴盐。我喜欢用薰衣草的浴盐。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加上自己喜欢的浴盐。还可以放一些在浴缸旁边，只是为了我们嗅觉的感受。接下来，让大家沉浸在这温暖的水中，去享受这疲惫一天，我们努力工作一天，带给我们新的慰抚。或者你仔细去感觉慢慢音乐的节奏，让自己慢下来，也可以根据我的语音让生活慢下来。这一刻我们不需要思虑任何事情，只是享受当下的一刻，享受我们忙碌了一天后的硕果，去感觉
皮肤受到水的安抚，它慢慢的平静下来，让我们的水去温暖每一寸肌肤，同时也去滋养它，让它得到最温暖、最安全的抚慰。如果浴池里有鲜花，闭上眼睛，去感觉这花朵轻轻划过皮肤的感觉。让花朵的芳香渗入我们的每一寸肌肤，只让它顺其自然地去发生，不挣扎，不评判，就像我们此刻的呼吸一样，心跳慢下来，整个内脏都随着水波的浮力放得很轻松。随着缓慢的音乐，我们把意识力关注到呼吸上，先完全的吐气，随着吐气，把所有的紧张、不安与急躁带离我们的大脑与身体，然后深深的吸气，吸入水的能量、烛光的温暖、鲜花的芳香，再来一次，完全的吐气，吐掉一天的疲惫、不堪与心中的不满，随着吐气全部吐出去，带离我们的身体。下面深深的、缓慢的吸气，随着吸气，感觉每个细胞都充盈起来，带着水的能量、烛光的温暖与柔和，我们的细胞又一次鲜活了起来。可以重复这样的关注自己的呼吸，也可以只是闭上眼睛，在这一刻只是去感觉每一寸皮肤受到水的抚慰，它变得越来越充盈、饱满、充满活力。同时由心的去感恩这无形的水的包围，它带予我们身体的温暖与轻盈。
这一刻，只是静下来，慢下来，去感觉，去感恩，去放下，放下再进入浴池之前一切的不满、不堪与不快，去接收进入浴池之后水的能量、烛光的温暖以及这芳香的味道。只去记得生命中值得记得的，去放下和忘记这些生命中本就不值得的小插曲，所有这取与舍之间，所有这值与不值之间，才形成我们整个完整的人生。只是去接纳它，没有评判，心中平静，满怀感恩，与我们感恩的磁场先连接。去闻水中的芳香，去感觉水的温暖，去接收烛光的温度，将一切都发生得顺其自然。让一切都发生得不再挣扎。让生命顺其自然的去发生，去接收，去原谅，去感恩。感恩水的温暖，感恩花的芳香，去试试看这生命中常常被我们忽略的一部分，它一直陪伴着我们，可能我们早就忘记了它的陪伴，可是它一直都在那里，从未离开。所以我们本就不曾真正的孤单，真正的孤独。让我们像水中的浮花一样，只是顺其自然，随着水波的流动去旅行，去感受自己的人生。让我们如水中的花瓣一样，尽情地去释放芳香，随着水流动的方向，尽情地去体验
和感受当下此刻的人生。如果感觉意识被带走的时候，请用我们的呼吸，在这生命的本真原动力一呼一吸之下，愉悦的把意识力带回到当下此刻，在浴池中自由，在浴池中心的自由，在浴池中灵魂的自由，在浴池中身体的自由。让我们所有的细胞都得以自由，当我们准备出浴的时候，摆动一下双手双脚，或者把除了鼻子之外的其他身体部位全部像花瓣一样浸入水中，轻轻地抖动一下臀部，纤细的腰部，或者翻转一下身体，轻轻靠水的浮力抖动一下胸部，让整个身体都得到完全的水的抚慰按摩与放松。此刻带着这轻松的心情去清洁平时我们很少关注到的细小的可能被忽略的部位，给它多一些的关爱，更多的清洁，让我们的身体从此得到完全的平衡，万物都在平衡中发挥更大的能量与优势。如果您准备好了，可以轻轻的、缓缓的起身，清洁我们整个身体，最后做一个 final rinse， 也可以就让花的芳香、浴盐的滋润，以及熏香的味道、蜡烛的光芒，整一个在你身体里反复交融几次，让整个五脏六腑以及身体所有的器官都得到完全的平衡，万物在于平衡，地球与宇宙之间的互动平衡，以及各个星球之间的互动平衡，人与社会的平衡，每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平衡，以及此刻我们让自己的身体和心灵都得到完全的平衡。当你再次平衡时，就会有全新的能量，让我们带着这全新的能量进入最深沉的睡眠。让我们这整晚
都睡得愉悦、满足而安呢。好的，今天的浴室冥想就到这里了，大家可以继续停留在此刻，多一会儿去感受此刻的当下的宁静，也可以起身开始睡前的准备。这里是 CG Meditation 原创视频冥想，如果喜欢可以关注这个频道，接下来会有更多的睡眠冥想以及正念冥想或者清晨冥想、夜幕冥想。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大家一起同我度过这美妙放松的一刻，让我们有缘再聚。我是 CG， 谢谢大家的倾听，谢谢大家静下来享受此刻。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在此刻最应该感谢的就是自己，静下来，让身体与心灵重新得到平衡，可以在水中或者沐浴之后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拥抱，抱紧自己，给自己一个嘴角上扬的自然微笑。这一刻没有伪装，没有防备，没有评判，只是去拥抱，感恩自己。CG 真诚细心冥想，今天的浴室冥想就到这里，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明日起来精神满满，今夜大家会有一个好的睡眠，保持这种放松和平衡，躺在床上可以阅读几本纸张的书籍，尽量把我们的电子设备可以的话放在一旁，因为白天的八个小时它的陪伴已经足够了，夜晚我们需要给自己另一些的感觉和宁静。随着这美妙放松的自然乐曲，让我们做好睡前的准备工作，今天的 CG 原创冥想就和大家说暂时的再见，让我们再次有缘再见。